满地找牙，今后还想唱曲儿啊？我
这大白脸，大家点成撂地儿要饭去吧！呸！姑姑，姑姑，我求求你，求求你了，这铁燕楼我们不要了，都给你，都给你，千万别破薛谦的相啊！刘昭福，你别求他，大不了咱们上街要饭去，也不向这些恶棍低头。和我姑，有种你就动手！好，别怪姑奶奶心狠。求求你放过我们吧！啊！徐大夫，不要！吴姑，停下！停下！哪个王八蛋耍你吴姑奶奶？是我，是你把茶壶打碎的。是。看你们俩这打扮，是当兵的。这一点连傻子都能看出来。谁尼玛不留心，把你们俩给生出来了啊？你们是不是觉得穿着这身绿皮？就没人敢惹你们了。说句实话，你这张嘴对于男人来说都算是脏的，就不要说长在一个女人脸上。去你的，少跟我废话，你们是哪儿钻出来的王八蛋啊？敢在这伸手管你姑奶奶的闲事儿？哼，舌头是人身体中最小的器官，却能够说出最大的话。不仅如此，很多人的舌头就像利剑，能够无情地对别人造成伤害，就像你一样。你知道遇到这种情况我会怎么做吗？哼，我倒想听听。我会教你好好说话。你教我好好说话啊？老祖，谢谢你们出手相救，这件事儿毕竟和你们没有关系，千万别连累了你们。我已经派人去报了警，你们赶快离开吧。哦，刚刚我说过，我要先教会他怎么好好说话。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死不了呀？啊！很多人都想让我死，可我到现在还活着。今天夜里，那些想让你死的人会很开心。因为明天他们再也见不到你了。希望你能做到。给我宰了这个王八蛋！是。呀！救！刘殿下，起来！救！少少！救！吴姑，吴姑，不是，不是我要打你的，快起来！起来！兔崽子，老娘今儿宰了你！看起来教训对你不起作用，知道吗？我最讨厌别人用枪对着我的头，可却总有人这样做。哼，你奶奶的！老娘不但要用枪对着你的头，还要把你这个兔崽子的脑袋给炸开！我经常和别人玩一种游戏，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哼，我只喜欢看你的脑浆子流出来。何必这么恶狠狠呢？其实这个游戏很简单，就是猜猜枪里有没有子弹。反枪，否则我宰了你。你认为自己说的话有意义吗？我，换句话说，我会听你的吗？啊！你不听，我的弟兄们就一拥而上，把你剁成肉泥。嗯，有件事情你可能没有想到。什么？本来我并不打算杀掉你们的五姑，可你这样说话，明明是激怒于我。如果我一生气，手指轻轻一抠扳机，用五姑自己的话说，她的脑浆就流出来了。你觉得回去后，人们才会怎么奖赏你？
不是，你不是这个意思，对吗？啊！所以从现在起，你们应该把嘴闭上。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只要看到周围人多就会烦躁，也许握枪的手就会不稳，就会下意识的触动扳机。都退后！是。刚才都跑哪儿去了啊？现在过来冲好汉！兄弟，散和会的名字你听说过吧？当然。散和会与你们当兵的那素来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当家的八兄弟就是天津警备区作战厅厅长段志宏，段厅长啊。你先把枪放下，咱们有话好说啊，有话好说。原来你会好好说话，只是有些贱骨头，必须用枪顶着你的脑袋才会说人话。兄弟，你想要嘛尽管开口，千万别冲动啊，别冲动。我什么也不想要，只想跟你玩个游戏。嘛游戏啊？就是用这把枪。这枪里边总共有六发子弹，打了五发还有一发，你一枪我一枪，直到枪响，怎么样，看看谁死谁活。妈，臭死枪，这不是玩命吗？如果你害怕，我可以先来。这五姑好歹也是跟着袁三爷从杂货地里混出来的，怎么不敢抽死签儿啊？这要是传出去，三合会在天津卫这地面上还怎么混呢？爷们儿，你这是把老娘往死路上逼呀！啊？怎么不敢啊？好，抽就抽。五姑，我替你。你替我？你穿哪根葱啊？啊！六件板大裤衩哪儿也不爱哪儿，癞蛤蟆打哈欠，你好大的口气呀、啊！哪儿都有你哈、啊，觉得自己是道菜、啊？谁断你呀、啊？让你替我，老娘今后还有法混吗？还有法混吗？给我滚一边去！是。兄弟，来，你五姑奶奶混了一辈子，还没认过怂。好，有种。怎么样，是你先还是我先啊？我先。好，动手吧。吧，啊！
看起来我是命不该绝呀。哎，离死越来越近了，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啊？轮膛有六个眼儿，只有一发子弹，你我各扣了两次扳机，现在还有一次机会，枪响了你就完了，枪不响我的脑袋恐怕就要开花了。奶奶的，老娘就是化作厉鬼，我也不会放过你。实不相瞒，我连人都不怕，还会怕鬼吗？老天爷看着你呢。这句话应该给你这个恶人。老天爷看着你呢。许七，你少说两句吧。怕什么？出死无大事。定群要了饭，他们还能把咱们怎么样？不是，少说两句。雪琴，老娘要是不死，我第一个剐了你！哼，无辜，无辜！哎，行了，行了，就别发狠了，赶快扣扳机呀！枪一响，您就是脑浆迸裂，谁也刮不了。没有胆量对自己扣动扳机，那你为什么要用枪威胁别人？你们能够为了蝇头小利去杀人放火，可对自己却没有勇气。威震天君卫的武姑，难道就只有这点胆量？大名鼎鼎的三合会，难道都是你这样的人？老娘不敢对自己开枪。怎么，想耍赖啊？哼，堂堂袁三爷的五姨太竟然没胆子抽死气儿，这本来就让人笑掉大牙。现在可好，居然还干起了下三滥不要脸的勾当，拿枪对着牵头。你这枪只要一响，恐怕三合会袁文才在天津卫就难以立足了吧？来吧，开枪啊！枪响了，你就出名了。嘿，朕想不到啊，大名鼎鼎的三合会无故居然抽假签耍赖皮。哼，这些人啊，就是欺软怕硬，见着怂人搂不住火，遇到真正厉害的呀，还不是嘴歪眼斜？懦夫。表面看起来如狼似虎，其实骨子里啊，贪生怕死，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懦夫。懦夫。怎么样？想明白了，这还像个样子，好歹也是三合会的大把头袁三爷的五姨太，就是死也得死得光棍点，不能让人戳脊梁骨子。来吧，不过就是动动手指头。混出来的，全天津卫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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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气不错。我的运气是不错，你小子可要倒霉了。
什么世道，连老天爷都保佑恶人。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求神上庙了，连老天爷都向着恶人，真是没天理了。哼！别着急呀，等这小王八蛋死了，就轮到你们了。五姑，我求求您放过我们吧，这两位老祖跟我们不是一路的。你说什么呢你啊？人家可是在帮我们。就是血亲。你别犟嘴了，你没看到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难道磕头服软、逆来顺受就能放过我们吗？是啊，常夫叔，你就是胆子太小了，让人家拿咱们当软柿子捏。大红，就是小毛孩子，你懂吗？别插嘴。小子，离死越来越近了，不只是什么字吧？这话该轮到我说了。你就这么肯定我会死？扣了五个空枪，现在是第六枪了，子弹肯定还在轮膛里。我刚刚还说过，老天爷看着你呢。亲手把自己送进坟墓，不知道是个嘛滋味啊！刚才还口口声声说你姑奶奶是胆小鬼，现在轮到你自己了吧？我倒要看看你的胆子有多大。现在子弹一定是顶在枪膛上。说对了，姑奶奶今儿就要亲眼看见你这个小王八蛋的脑袋开花。这位老总，你快走吧，这里我来应付。走？往哪儿走？今儿个我要是看不见脑浆子，谁也走不了。你不要害怕，世间的事情是很奇怪，很多时候都是事在人为。刚刚我看到你们天堰楼有戏法魔术是吗？啊，对，这是大红、二葵、小宝，还有个小桃红，他们都是变魔术、手彩和戏法的。哦，是这样。你呢？你叫什么？我叫梅雪琴，这是我的丈夫，他叫刘长福，也是这间书厂的老板。老总。哦，别叫我老总，我叫云建明，叫我云队长吧。啊，这位是我的队夫高进。啊啊。你们都是门里人，会相信戏法魔术是真的吗？当然不信。但是一般人却又看不出它假在哪里，是吗？嗯。这是为什么？这……那是因为眼睛是有可能被欺骗的，是吗？嗯。有件事我想请你们帮忙。有什么事啊？您尽管说。不管一会儿出现什么事，有什么人问起，我希望你们能够如实的证明，我们兄弟俩是8:30来到书场的。嗨，你们就是买的8:30到12:00的计时票吗？嗯，那就谢谢你们了。哎，我说干嘛呢？彼此介绍啊，你死王八蛋认识他们有嘛用啊？到阎王爷那儿变戏法去啊！哈哈，赶快啊！姑奶奶我等着听枪声，看挠浆子呢啊！快点儿！你相信自己的眼睛吗？当然，我这眼珠子又不是出气儿的，我为嘛不相信呢？尤其是你手指头一动。啪！那你这脑袋可就是万朵桃花开了，我就更相信我这眼睛了。如果我扣动扳机，枪不响怎么办呢？那我就把这个枪给吃了啊！
你有一块钱吗？你说嘛？我问你有没有一块钱？嘛一块钱？要你一块钱干嘛？跟你打赌啊。打嘛赌？打赌总要有赌注，我的赌注是自己的命，而你呢，只需要一块钱。嘛意思啊？你认为这枪一定会响，我肯定会死，是吗？这是当然。可我认为它不会响。嘛玩意儿？枪不响？哈，子弹听你的。甭管听谁的，我赌枪不响。你敢不敢和我赌？哼，我看你这小子是死到临头，想要拖延时间吧。别说那么多废话，敢不敢赌？为了让你这个臭崽子早点死，顾奶奶赌了。说，怎么赌？枪响了，我就输了，我输了命就没了。这不废话，我知道。往下说。可如果枪不响，你就输了。等等，怎么？你小子说这么热闹，是不是这枪里没装子弹呢？好，说得好，丑话说在前头，心明眼亮，愿赌服输。诸位，看好了。这枪我拿着。嗯，可以。我能继续说了吗？说吧。你输了，输我一块大洋。就这些？还有，从今以后永远不要再到天堰楼闹事。条件，你说，枪响了，你死了，天堰楼就归我了。天堰楼不是我的，这个我做不了。好，我赌了。雪琴，你疯了！人家为了咱们，连命都豁出去了。咱不能做缩头乌龟。雪琴姐说得好。对，大红，住嘴！你明明知道他会死，你还赌，那不成傻子了吗？谁的命不是命啊？人家凭什么为你死啊？对，我相信他会有办法的。可是什么可啊？要不然从今天起，我离开天堰楼，这的事儿你说了算。哎，别，这我赌了。大家可都听见了啊！听见了。口说无凭，拿纸笔来，摁上手印。对，别让他们冒按手印。九安，大红，去拿纸笔。嗯。长福，你写。我脑袋。雪琴，我写。立月人刘长福、梅雪琴和无故双方立月，云建明先生一枪定输赢，枪响，云建明先生独输，刘长福、梅雪琴情愿将天堰楼卖与三合会，枪不响，和无故独输，三合会从此
也再不进铁雁楼，特此立约。不拿他不识道，你给我看看，别让这帮王八蛋给骗了。嗯，没错。好，按手印儿。来吧，爷们儿，让顾奶奶看看你是怎么死的。诸位，大家都看好了。哎呦呦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太紧张了，不小心把椅子给踩翻了。人家赌命，你紧张嘛？先吃萝卜蛋操心。怎么着？你这抢还降得了吗？天都快亮了。是，快点，快点！行了，别拖延时间了，快开枪吧！快点！是，快点！这小子作弊，抢你作弊，抢的根本就没子弹。小王八蛋啊，你敢骗姑奶奶，你抢的没子弹。枪一直在你的手，我怎么可能作弊？少来这套，你肯定是耍了手残了，把子弹给我退出来了。对呀，你小子耍赖，愿赌服输。你们赛会会的人要不要脸啊？就是要不要脸啊？你们作弊还让我们认账？作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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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做不过去了，作弊！怎么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吗？这怎么回事啊？这邪门了！刚刚你说过，愿赌服输，这可是你何五姑亲手在上面摁的手印。从今天开始，你们三合会再敢到天眼楼闹事儿，那可就是坏了江湖上的规矩。你自己掂量着办吧。三合会不是我何五姑一个人说了算，我得回去问我们当家的。怎么着，想耍赖皮呀？没问题，明天到大公报，在头版头条把这封文书公布出去，看看三合会的脸往哪儿搁。好，他们要再敢闹事儿的话，我就把文书公布出去。这兄弟们，这小子作弊，给我上！把文书给我抢过来！机会来了，打得越热闹越好，听好吧。快！
你可算是来了，这帮流氓地痞进场的听书不买票不说，还砸了我的场子。你看这还有王法没有了？嘿，他奶奶的，哪儿来的流氓？敢来金刚桥闹事儿，活得不耐烦了是吧？给我带走。盆大还是嘴大啊？见是谁呀？说话不怕烫着嘴呀？嘿，还敢说话？都坐桌子底下还装大尾巴狼？哎呀，哎呦，是奶奶！你瞧我这眼睛出气儿用的，连吴奶奶我都没认出来。老娘还以为你小子长出息了啊！不认得你姑奶奶我了。哎呦，瞧您说的，我就是不认识我亲妈，也得认识您老啊！哎，我说胡班长，他就是那会儿流氓的头啊！你懂个屁！这是伪证天津卫的无辜，我干嘛？你才流氓呢！这俩小子不知道哪儿来的野种，敢打你姑奶奶，砸书场子的就是他们。你胡说胡说，霸占书场的明明是他们，你们血口喷人。你别跟我废话，无辜这么大烟雾能无理取闹？一定是这俩小子不是东西，在这闹事砸场子，我饶不了你们。你们讲不讲理啊？讲不讲理啊？罗总，你在这军服哪儿偷来的？瞧你那孙子样，废话少说，要动手就快。哎，你小子跑这儿耍狗烂来了，闹事砸场子，还敢嘴硬啊？都给我带走。是。等等，砸场子的不是他们，是何五姑和三合会。妹妹亲，我劝你别敬酒无耻吃罚酒，得罪了三合会和五姑，甭说你这书场子保不住，你们几个也甭想在天津卫混了。不混就不混，胡班长，你们是警察。竟然公然帮助这些流氓恶棍，欺压良善，你们还有没有王法？王法，我告诉你，在这一亩三分地上，袁三爷就是王法。好，说得好。姑奶奶回去告诉你三爷，改天请你邓英楼吃饭啊。不敢不敢，混蛋，还不抓人？是。哎，你们不要抓人！大家都住手！不用动粗，我跟你们走。哎，你们不要抓人！大家都住手！不用动粗，我跟你们走。算你小子识时务，带走。别忘了，我托付给你们的事情。带走。是。别！快走！别！怎么办呀？雪琴姐怎么办呀？是呀，怎么办呢？走，去警察局。雪琴，你没看出来吗？这帮警察跟散合会的人是蛇鼠一窝，咱们就算去了也能怎么样？非但救不出云队长和高队副，弄不好还给自己惹一身臊啊！常福，人活在世，不能什么都替自己着想。人家云队长与我们萍水相逢，可今天呢，却为了我们两肋插刀，出生入死。今天要不是他们，天安楼还能保得住吗？哎，咱们就算什么都做不了，哪怕到警察局去站一站，嚷嚷几句，也要让那帮畜生知道，他们不能为所欲为，至少得给咱们平民老百姓一个交代。对，雪晶姐说的对，我们就算是站脚助威，也不能把云队长他们扔给这帮坏蛋。对，去警察局看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这些人啊，你越害怕他们，他们就越猖狂。人家云队长是为了我们才被抓进警察局的，无论从道义还是仗义，咱们都不能袖手旁观。你要是害怕就留下，我们去。对，我们去。常副叔，你留下吧。对，常副叔，你留下，我们去。要说人家云队长真是够本够仗义。行，我跟你们去。小姐，已经六点了，他们
不会回来的。哼，我早就说过，他们自知事情已经暴露，绝对不敢再回来了。林娜，现在你明白了吧？这个所谓的云队长就是共党谍报。黄处长，立刻命令弟兄们逮捕住在公馆中的小分队成员。是。等等，怎么了，林娜？我记得这里是叶公馆，不是冯公馆吧？这是当然。在我的家里抓人，至少要经过我的同意吧。林娜，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住在公馆中的这个云建明是共产党。昨天夜里，正是他和高进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真正的云建明。不，我还是不能相信。哎呀，林娜，事实摆在你面前，你怎么还这么固执啊？云建明和小分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因为你们无凭无据的几句话和捕风捉影的凭空猜测就把他们逮捕起来。林娜，大战在即，叶师长深系天津城的安危，他身边潜伏着一名共党谍报，这是多么大的威胁，此人不除，祸起萧墙啊。你这是危言耸听，你们根本就拿不出证据证明云建明是共党谍报。我想请问你，就凭你们今天晚上看到的两个人影和你们的主观臆断，就能断定云建明是共产党？哼，这样的话说到哪儿都不会有人相信。小姐，卑职是天津警备区侦缉处处长，我的职责就是查找共党的谍报人员。目前我们已经能够确定，云建明及其小分队就是共产党派出的情报人员，其真名为燕双鹰。因此卑职必须履行职责，立即逮捕住在公馆中的燕双鹰部下，并且全程通缉燕双鹰和高进。好啊，黄处长，你威胁到我叶琳娜头上了，要不要把我爸爸也喊起来，你跟他亲自说呀？别，小姐，卑职不是这个意思。来人，小姐，去把我爸爸叫醒，告诉他黄处长在我们家里抓人。是。哎，这公子，孙副官，等一下。哎呀，林娜，你这是干什么？黄处长也是好意啊。好意？带着特务大半夜的到家里来抓人是好意？这种好意还是送给你吧。对不起小姐，卑职也是一时着急，说话有些唐突，请小姐原谅啊。我哪敢呢，黄处长是冯副司令的红人，警备区侦缉处处长，我要是得罪了您，说不定什么时候也给我安个共党谍报的罪名呢。我小林呐。喂，警察局？是的，这里是叶公馆。云建明、高进，是的，是我们的人，被关起来了。警察局？他们怎么会在？为什么要把他们关起来？就是打架。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到。怎么回事？电话是警察局打来的，说云建明和高进在金刚桥旁边天印楼书场和当地的帮会发生冲突，大打出手，打伤了十几个人。现在被关押在警察局里。在书场打架？他们怎么会在书场？那他们应该在哪儿？啊，他们……哎，我看我们还是先到警察局看看吧。是啊，林娜，夜长梦多，不要再闹出什么事来。好，马上动身。开门！开门啊！快开门啊！快开门！开门！快开门！开门！凭什么把我们护住了？当初为了砸了我们的场子，抓了我们的朋友，我告诉你们，我们今天要讨个说法。三合会的流氓地痞，同流合污，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算什么警察局？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再不开门的话，我要到市政府告你们去。雪琴，雪琴姐，算了，没用的。他们这些警察和那个什么五姑都是一世的，不会让我们说话的。就是雪琴，眼下这帮警察都黑了心了，哪还有铁面无私的黑劳报啊？你看，还是算了吧。难道我们平民老百姓受了欺负，连说话都不能说，只能忍气吞声吗？小姑奶奶，你就别拱火了。你们警察局与袁文才和五姑这些流氓恶棍蛇鼠一窝，祸害老百姓，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不会有好下场的。开门！开门！快进去！开门！出来！别闹！别闹了！
队，战子队。河西区警察局就是这儿。走，进去。闪开，闪开，给我闪开，闪开，闪开。侦缉队的，看什么看？看眼也拔不出来了。不认识侦缉队吗？侦缉队的老总们，快请进，快请进。走。哎哎哎！你们干嘛呢？干嘛的？我们是跟着他们的。不是。渴？渴什么渴？渴了买水喝去。你，什么你我他仨？没了你还能有我是吧？什么你我他的？你到底想干嘛？哎呀，去去去！走走走走，进去。这什么玩意儿？这。魔术，那两个小王八蛋怎么的？你是打算把他们抓起来呀？抓起来呀？还是抓起来呀？抓！姑奶奶，刚才我问过了，您还真别说，那俩小子还真有点来头啊。来头？嘛来头？他们是301师叶师长的部下。哼，那又怎么样啊？嘛日师长、叶师长的，得罪了三合会，看就得死。是，话是这么说，可是人家叶师长是天津城的守将，握着5-6万军队呢，咱得罪他？得罪他怎么了？啊？我就不信了，我堂堂三合会。我怕他个破师长，啊！剧组，哎，老冯，你来了。哼，哎，小姐，您请啊。哎呦，冯公子，黄处长。刚刚我在门外听到有人大放厥词，是谁啊？哎呦！冯公子，黄处长，您二老怎么到这儿来了？哼，何武过，你的嘴巴越来越大了，连叶师长都敢褒贬。哎呦，我这不是顺嘴胡说吗？您老可别往心里去啊。公子说的一点没错，现如今三合会的势力是越来越大，何武姑的嘴巴也是越来越大呀。不敢。不敢，您二老从哪儿来呀？五姑啊，这人的脑袋啊，有时候很结实，可有时候就不那么结实了。你知道什么时候结实，什么时候不结实吗？哎呦，还不得黄处长您指教啊！这人呢，长眼，他的脑袋就结实，活得就长久。可他要是万一不长眼呢？那他脑袋就不结实，活得不长久啊！说的对极了。这位是301师叶洪开叶师长的千金林娜小姐。哎呀，久仰久仰！行了行了，别来这套假惺惺的，我没时间跟你们废话。哎，这位小姐，何武姑。小姐说话的时候，你最好把嘴闭上。哼，是谁给我打的电话？哎，小姐，就是这位胡班长。嘿，您老给我打电话的是你吗？啊，是我，是我。究竟怎么回事？你们警察局为什么抓我们的人？哎呦，不敢不敢，我们小小的警察局哪敢得罪叶师长他老人家？好了，别加那么多零碎，直说怎么回事。是，那位姓云的队长砸了金刚桥北马路天燕楼的场子，还打了无辜的手下。哦，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是昨天夜里11点多。是在医院事发后。据我对云队长的了解，他这个人从来都不会惹是生非，更不会欺压良善。这件事情恐怕是另有隐情吧。叶小姐，胡班长说的可都是真的。这俩兔崽子！那俩人在书场找事儿，打伤了我们。
们十几个兄弟呢，还把书场子给砸了。两个人在书场找事儿，打伤了十几个人，这话你们不觉得很有意思吗？按正常逻辑推断，十几个人找两个人的事儿是正常，可两个人是不会去找十几个人麻烦的，对吧？是，这可都是胡班长亲眼所见呀！啊，是你亲眼所见？啊，是是。是什么？啊，是我亲眼所见。他胡说八道！谁让你们进来的？给我出去！天楼被砸，我是天楼的老板，是受害人，凭什么让我们出去？对呀、啊，对呀、啊，凭什么让我们出去？姓梅的，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为什么？为什么他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不是，他，就因为他会说出事情的真相，对吗？是啊，不是，他。你叫什么名字？梅雪琴。你是天夜楼的老板？是的。我想听他说一说昨天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哎，大人，你说一说昨天晚上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件事要从三合会强买天夜楼说起。一个月前，三合会当家的袁文才托人找到我们，说要买下天夜楼，当时就被我和我丈夫刘长福拒绝了。从那以后，三合会的流氓不停地到书场骚扰。昨天夜里，何五姑率领一群流氓闯进书场，强迫我们三天内将地契交到袁文才的手中，否则就要砸毁天眼楼，还要用茶壶拍烂我的嘴。当时云队长和高队副正好在场，他们仗义相助制止了他们，可何五姑却不依不饶，命令这些流氓大打出手。云队长和高队副还有书场的几个伙计都是在万般无奈之下为了自保才还手的，要是没有他们二位，天眼楼恐怕早就毁在那帮三合会的流氓手中了。凤局长，叶小姐，您别听他的，他胡说八道，他血口喷人呢。就是这梅雪琴和三合会有仇，到处败坏我们。请大家看看这个，立约人刘长福、梅雪琴、何五姑，双方立约，云建明先生一枪定输赢，枪响，云建明先生赌输，刘长福、梅雪琴情愿将天雁楼卖与三合会，枪不响，何五姑赌输，三合会从此再也不进天雁楼闹事，特此立约。看起来我果然没有说错。从这封文书中至少可以看出一点，事情的起因是三合会到天雁楼去闹事。流氓砸场子的时候，我让小桃红去报警，这位胡警官到来后非但没有主持正义，反倒将打抱不平的云队长和高队副给抓了起来。我们追到警察局说明缘由，可胡警官却将我们轰出警察局，不许我们进门，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经过。我无辜他老人家，你闭嘴！三合会到天眼楼闹事，云建明和高进打抱不平却被关进了监狱，而真正闹事的人却逍遥法外，在这抽烟喝茶，颐指气使。冯局长，我想问一问，警察局是替民众办事，还是替三合会办事的？局长，我这可是为了咱局里啊！人家三合会月月给咱送三千大洋。闭嘴！局座，把这个贪赃枉法的畜生给我铐起来，关进羁押室。啊，这，混蛋，说话听不见吗？局座，我冤枉，给我拉出去。是，局座，我冤枉啊，局座。老冯，请你放尊重点。冯局长，何五姑。你们三合会在天津的势力很大，跟政府和警察部门的关系也很密切，这些我都知道，但这更要求你们要奉公守法，不能欺压良善，欺行霸市。是，局长教训的是。这件事虽然没有酿成严重的后果，但是
影响却是很恶劣的，对你们三合会处以500大洋的罚款，赔偿天燕楼的损失。你有什么话说？没话说，没话说。今天下午将罚金交到警察局。是，是。哎，小姐，这样处罚您满意吗？我不是受害人，局长应该问这位梅小姐才对。啊，是是是。梅小姐，你看呢？局长，赔偿并不重要，请您责令三合会不得再到千叶楼闹事，这才是最重要的。何武姑，你听到了吗？听到了，听到了。好了，你们去吧，记住，今后要遵纪守法，不要惹是生非。明白，明白。走。还有，我要求立刻释放云队长和高队副。这也是我的要求。啊，这是当然，这是当然。啊，梅小姐，有件事情我想和您谈一谈。哦，这位是？啊，这位是大名鼎鼎的天津警备区侦缉处黄云龙黄处长。哦，原来是黄处长，失敬失敬。有什么事就请讲吧。我想问一问梅小姐。昨天夜里，云队长和高队副是什么时候到的天燕楼？哦，书场买票、检票都是大红负责的。我问一下，大红。哦，雪琴姐。8点左右。你能肯定？对，是8点半，绝对肯定。他们俩进场之前还跟我说了几句，所以印象特别深。你们在医院看到的黑影？大概是几点钟？大约9点钟左右。云建明和高进8点半出现在天燕楼听曲儿，9点钟又潜入陆军医院，他们两个可真够忙活的。而且从时间上推算，他们必须会驾云或者类生双翅，才能用半小时的时间从金刚桥赶到陆军医院。这，黄处长，你再问问这位大红姑娘，会不会是她记错了？好。我看大红不会记错，而是你们别有用心吧。小姐，这件事事关重大，你再仔细好好想一想，会不会是你记错了？他们俩到达天燕楼的时间应该是11点半或12点左右。黄处长，咱们天燕楼是计时收费的，12点关门，你想想。怎么可能有人11点半、12点来呢？啊，他们来的时候啊，我记得很清楚，那会儿客人最多，就是8点半左右。云队长和高队副坐在场子中间的第3张桌子旁边，我也是很早就看到他们了，那会儿也就是9点左右。刚才你们还言辞凿凿说他们是共党谍报，现在呢，没什么话可说了吧？这，我知道。云建明帮了你们，你们也想帮他，可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共党谍报，私通共匪，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你给我想清楚了。我再问你一遍，云建明和高进究竟是什么时候进场的？你要干什么？我要你说实话。我都说过了，他们买的是8点半的计时票。8点半到几点？到12点。你敢替共党谍报打掩护？来人！处长，处长，把他带到侦缉队去。是。哎呀！你们凭什么就认准了我撒谎？你们凭什么认准了他们买的不是8点半的票？你们当时在场，你们看见了。哎，你这小娘们儿，老子这双眼睛识破了多少共军谍报，比你吃的盐还多。老子说你通共，你就通共，还敢跟老子嘴硬？有本事你就问。凭什么吓唬一个卖票的？凭什么带我去侦缉队？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啊！哎，我说不去，别害怕，别害怕。黄处长，你这是干什么？想要屈打成招啊？哎，小姐，长官，大红还是个孩子，万一吓出个好歹，可怎么办啊？哎，我说，我看你们是找不出云队长的把柄，就把怒气撒到这小姑娘身上。好歹你们都是参议处长，代表军队政府。做事能不能讲讲道理，别让老百姓背后戳脊梁骨。这大红，别害怕。
报是要掉脑袋的，立刻枪毙。你给我想好喽！我不知道谁是共党谍报，只知道谁花钱买票，就让谁进去。咦，黄处长，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云队长和高队副还被关在里面，昨天晚上买票的票根应该还在他们身上，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进场的时间。您去管他们要来看看，不就什么都清楚了？您何必在这儿吓唬小孩子呢？对，计时票是有票根的，上面有具体时间，用在听曲儿的手里，便于数场查票。马上进去，要他们交出票根，真相立刻大白。是。打开监狱大门。啊，是是是是。云队长、高队副，你们没事吧？没事，给你们找麻烦了。啊，真没想到，还惊动了冯参议和黄处长。嗨，这都是兄弟应该做的。哦，对了，黄处长，你不是有什么事想要问云队长吗？啊？啊，是啊。哦，呀，有什么尽管问。昨天在陆军医院发生了一起未遂的自杀事件，凶手翻后墙进入医院，攀上楼顶，企图刺杀一位新六军的国军少校，之后被我们发现，全楼搜索。这两个凶手狡猾之极，利用我们的一点点疏忽逃走了。两个凶手？哈，那就是我们两个喽。如果是别的事情，当然牵扯不上二位，但此人却与你们有着很大的关联，应该说他是你们的敌人。哦，哈哈，有意思。不瞒黄处长，除了共产党，我们没有其他敌人。这个人叫云建明，他曾在轮船上指认云队长是共军谍报，救出叶小姐为的是要卧底在叶市长身边盗取情报。黄处长，你们的意思是我们想要杀人灭口？但据我们多方调查，这个云建明在天津没有任何熟人，更不可能有敌人。因此你怀疑我和高进潜入陆军医院，想要杀死这个冒牌货？这……哦，云队长不要多心，我们这也是例行调查，只要二位能够拿出不在场的证据，嫌疑自然就免去了。我们昨天晚上在金刚桥南路口的天燕楼听曲儿，天燕楼的老板和伙计可以为我们作证。出现在陆军医院的凶手是在9点左右潜入医院，10点半离开的。云队长只要证明自己在这一时间段里在别的地方，自然就没有嫌疑了。这怎么证明啊？我和高进是昨天晚上8点半左右进的厂子，动起手来的时候都快12点了。哦，对了，你把天燕楼的伙计叫来问问，9点之前他们有没有看到我们？可他们说并没有看到你们。啊，这，那可麻烦了，这浑身是嘴都说不清啊。黄处长，话这么说可就不对了。哎，林娜，你拽我干什么？黄处长，天燕楼的老板梅雪琴和卖票的大红一直跟你们说，他们两个买的是8点半的计时票进的场，可你们就是不信。小姐，我们询问是有方法的，请你。云队长，你们身上还有当时留下的票根吗？那上面清楚地写着进场时间。哎哎啊，对呀，咱们买的是计时票，那上面写着时间呢。哦，对对对，那个票根呢？就在你那儿呢。没有啊，哎，没有。是不是打架的时候丢了？哎呦，行了，别再演戏了，你们根本不是8点半进到书场的，出现在陆军医院的凶手就是你们。哎，你先别忙着血口喷人啊，你让我再找找。哎，对，再找找。那我也再找找。
到底有没有啊？没有啊。哎，找到了，找到了。那也不能证明二位不在场啊。这话是什么意思？哼，二位完全可以买了票以后离开，办完其他事情之后再回去。当然可以，只是没法去陆军医院。冯参议应该知道，从金刚桥到陆军医院开车最少50分钟。刚刚黄处长说凶手是9点出现在医院的，没错吧？啊，没错。我们买了8点半的票啊，那怎么着也得进书场转一圈吧。就算我们8:40出来，9点钟就出现在陆军医院，那我们哥俩是飞过去的。这，从金刚桥到陆军医院至少要50分钟路程。不好意思，二位，得罪了，得罪了。真是想不到啊，这票根儿救了咱俩的命，要不然还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嗯，黄处长，这票根儿我们也没用了，留着给你和冯参议做个纪念吧。这，好好好，我们留着，我们留着，我们留着啊。小姐，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我们可以走了吗？哎呀，你说啊，这听个曲儿还打场架，真够不值的。走走，回去睡觉去。哎，好长时间没有活动了哈，拿这帮地赖子练练手也挺好的。嘿嘿。你们知道什么叫自取其辱吗？林娜，我们也是。刚才你们不是还指天骂地，言辞凿凿的说云队长是什么燕双鹰，是共党谍报吗？还说他们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奸细，现在呢？这，你们这样锲而不舍，真的是为了查处共党谍报，报效党国。说实话，我还真有些佩服你们。可从现在看来，你们根本就是别有用心。哎，林娜，难道出现在医院的凶手真的不是他们？现在看起来的确不是，但这并不能证明潜入陆军医院的杀手与姓燕的无关。不错，姓燕的手下有很多小分队员，也都是1等1的高手。姓燕的和高进很有可能已经感觉到我们怀疑了他们，认为自己动手目标太大，因此故意让公馆门前的监视哨看到他们开车外出。其实，他们是去了天燕楼听曲儿，而真正动手的则是他的部下。可这有什么必要呢？他姓燕的，只要待在公馆里，岂不是更有说服力？也是啊。那你说这是为什么？我也想不通其中的机关。从潜入医院两个人的身手判断来看，应该就是姓燕的和高进。可事实却恰恰相反。可如果说潜入陆军医院的不是他们，又会是谁呢？谁会去暗杀云建民？哎，公子，你想到了没有？他们并没有暗杀云建民。什么意思？他们虽然潜入陆军医院，攀上了楼顶，却并没有对云建民下手，只是当时我们搜查全楼，将他们吓跑了。也许这只是个巧合。巧合？也许当时有两个飞贼正好适逢其会。也许，绝不可能，世上不会有这样的巧合。这个云建明真的可靠吗？在叶公馆的云建明至少能够证明自己的身份，可这个所谓的真云建明却是一无所有。我们既不知道他究竟是谁，也不知道他真实的身份是什么。或许他才是共党谍报。我相信自己的判断。可是冯公子，这次行动的失败已经令姓燕的提高警觉，
恐怕以后的行动更加困难了。哼，我还有一计，一旦实施，他姓燕的必定是在劫难逃。哦，妙啊！只是现在要找到这样一个人，恐怕不容易啊。事在人为，立刻开始。是。有你吴姐出马，那还不手到擒来吗？擒来嘛呀，在呀，嘛玩意儿在啊？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小小天安楼，他是报答了。行了行了，别贫了，到哪站了？在正房呢。哦，那么回事？嗨，别提了。假的啊！能了，这是干嘛呀？这地头大了脑袋的，事儿办砸了，咱们栽了。嘛事儿？嘛事儿办砸了？天燕楼的事儿啊。天燕楼，就是金刚桥边上那个书场子。是啊，您不是吩咐把它拿下来吗？是啊，怎么着？他们不给面子？本来这事儿办的都差不多，没想到半路杀手陈瑶进来。嘛？嘛陈瑶进？说是嘛，三零一师叶师长的卫队长把我们给打了，我跟他抽死签也输了。奶奶的，我是没法混了。当家的，你得给我做主啊。三零一师叶师长？是啊，这叶师长是哪儿滚出来的？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呢？他真的是叶红开的卫队长？我看这个还真不假。你怎么知道？到了警察局以后啊，本来说好了要把这俩闹事的小子给抓起来，谁知道这时候来了几个人，是警察局的冯局长陪着来的。你了猜的是谁？有屁快放，谁有那么多功夫瞎猜？警备区侦缉处的黄处长黄云龙，还有一个老跟他在一块儿的那个冯公子。对，就是那个冯公子。还有嘛人？还有一个姑娘，说是叶市长的闺女。警察局怎么处理的？说这警察局这冯局长啊，他真不给面子，往常可是金条银元的送着，今儿个他愣让我给他们道歉，还要罚咱们500块钱。你了说说，这叫嘛玩意儿啊？就罚你500块钱，没把你死老娘们枪毙了就不错。嘛意思啊？你这不长眼的蠢娘们儿，你知道吗？给我惹事儿了！你不知道叶红凯是谁吗？啊，整个天津外城的防御全部由他负责，手上有5-6万部队呢。就连司令官陈长杰、副司令冯伟筹对他都是客客气气的。你这死老娘们儿，这下咱可崴泥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这么大的人物啊！眼下将军、军长满天飞，谁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再说打起来的时候，那俩人也没说自己是叶师长的卫队长啊。这年头看见穿军装的你能惹吗？啊，别说叶红凯的卫队长了，就是外边的白兵，你给我惹一下，你看看，来1000人到你们家吃饭，你个老娘们养得起吗？你当家的，那咱也不能人栽呀，否则这三合会在天津卫还怎么混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小马猴，老六进来。
大哥，天堰楼的事儿五谷半杂了，据说是惹了三零一师师长叶洪开的卫队长，惊动了副司令冯伟超的公子冯文朗和侦缉处处长黄云龙。哎呀，大哥，这俩人可不好惹。嗯，尤其是这黄云龙，手下好几百号特务，矮上他的那不是掉块肉，也得脱层皮呀。嗯，这样啊，你和老六约上河西警察局的冯局长，暗地里打听打听，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再问问这叶洪开的卫队长跟天堰楼是嘛关系。嗯，